下一个动脑时间其实跟我的整理意思是一样的，只是换个东西，变成同汤匙度银，然后问一样的问题：谁放正，谁放负？谁放在正极，谁放在负极？啊，同汤匙要度银，谁要放在正极，谁要放在负极啊？我们请可爱大帅哥二舅，二舅，对，我可以同汤匙，同在干嘛？谁？同在负极。同在负极。对，在负极啊，正极。好，要用含有什么离子的电镀液、电解液啊？要含有什么离子的电解液啊？我要在铜汤匙镀银，我的电解液里面含有谁啊？Number 7七，几号？几号？啊？铜吗？银吗？银吗？不是说铜吗？银，银座。比如说谁？这个我讲，这个我讲就好了。你们应该会回答我硝酸银，因为你们只学过，因为你们只学过硝酸银。可是现实生活用的是银氢化钾。我刚跟你讲完有氢化物嘛，就要有毒那玩意儿，两个都可以啊。有毒哦，那比较便宜吗？做的时候还有要求，不要管它。现实中用银氢化钾 ，OK。然后呢，你会的是用硝酸银 ，OK。好，可以啊。然后呢，来，正极半反应，负极半反应。铜汤匙镀银，正极半反应。铜汤匙镀银，正极半反应。帅哥，来，这个，啊，就问你好了，二十就十五啊，反正十五起来。不是他这个算男生，这个算女生，或者抽男生就好了。我跟你说他是男生哎、欸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红汤匙镀银啊，快点啦、啊，天黑了啦，世界末日了。啊？你攻上，你攻上。A G 变成 A G 正加衣服，请坐。哦，人家肚子变得好。银变成银离子，银变成银离子。负极半反应，帅哥男不不，有帅哥男34号，34号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我看到可爱的你，哎，倒过来就好了，倒过来就好了，居正加一步等于，变成 H， 等于哎、欸。来，正极质量增加还减少？正极质量增加还减少不变？正极质量增加减少不变？可爱的，有人号吗？十号，正极质量会减少，请坐。正极质量减少。那请问你，负极质量呢？负极质量。帅哥有吗？有帅哥吗？没有，找不到帅哥。帅哥这里叫做24号。哇，24号。问你什么？变啊？增加？好，增加，增加。你确定它增加吗？确定，确定，增加。增加。这是增加。这是啊。增加。浓度增加减少还不变，浓度增加减少还是不变。不想害人家。3号，增加减少不变。你跟上。不变，请坐。你把刚才要你背的事情都给我背好，你就会了，你就背就对了，把它刚弄好，就这样子。就是问你这些事情，请你要能够理解，把该背的背起来 ，OK。